时光终会变成它应有的样子，无论黑暗还是光明，流沙辗转汇聚成回忆，告知终结的方向。啊，好像就是这儿了。好丑的鸟啊，谁这么恶作剧啊？奇怪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？也太荒凉了吧，真的是这里吗？请问有人吗？嘘，别这么大呼小叫的，鱼都被你吓跑了。啊，对不起，那个我叫建海，是来这里做短时工的。短时工？这神殿都荒废好久了，哪里还需要什么短时工？你是被人忽悠了吧？啊，不会吧，应该是这里没错啊，神殿后院的石碑。哦，对了，你看，还有这个徽章，说是进入的凭证什么的。原来如此。你拿着徽章，再把手放在石碑上就行了。放在石碑上。原来是他。请问有人在吗？那就打扰了。哇，好美的地方。陌生人，陌生人，什么？陌生人？不，我是客人。对，客人是客人，客人。蛋蛋，安静。您好，欢迎光临十之歌。